跟女朋友分手了，这好像我家。行，好使，我走。哎，不是，就是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，意思我意思没没意思，没意思。你说我是吧？我没意思是吧？不是，那个我意思就是那个你走性，至今到哪都发光嘛，对不起的。我稍微远一点，我不用你赶我。不是，马上天黑了，我走，我走，你搁这待着，你搁这待，我走，我走，然后。你要是愿意走的话，你就自己收拾东西吧。然后你先走走，我先走了。这也不听人解释，太黑暗了。这世界，林峰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心念旧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说啥呢？本来就是，你都一年没回家了吧？我可是打车来的，你给我报了。报报报，打车能多钱？163433，不是，咱那个是沈阳这个宿舍业务拓展到大洋彼岸了吗？你管呢？你赶紧先把我把东西放下，然后你请我吃饭，我今天必须好好宰你。嗯，好你个林峰，我说你怎么不回家？不是，哎，那个这是我妹妹啊。跟我说啥呀？我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是我嫂子吧？哎，我俩真有缘，是同款箱子。你这是要去旅游？哎，不是旅游。跟我分手的呀？哎呀，我能看出来。嫂子啊，我哥一跟我说话就提醒你，他说了他非你不娶，而且遇见你之前他那个手机壁纸只会用风景图。我不是，我说了我要和好了吗？你搁这劝啥呀？兄弟，你说这话你二逼。嫂子，我太渴了，一口水都没喝，你让上喝水。想点不拿。妹妹来找我和前女友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正好在这边实习，我来这住一阵。你就住两天得了啊，然后找好地方赶紧走。咱家跟女人不合。喂妈，刚走就想我了？咋的了？啊，没事，你没事，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啊啊，行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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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少抽点烟。哦。出点事了？没事儿。就那个什么，家里生人赔了，然后我爸上火住院了，咱俩现在也没啥关系。行吧，心情不太好。你晚上没吃饭吗？我给你做。哦，不吃，不饿。你爱吃不吃？不，你还有脾气。你不能跟人好好说话，人欠你的。我欠你的，你啥事儿？说。给你钱呗，不冲你，我还得冲我叔叔姨呢。我不用，我跟我妈转完钱了。扯啥呀？拿着吧。我拿着行。保密啊、哦！真要面子，到时候女朋友就……你出去吧，你呀、啊，用你管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真是没钱了，要不我就再给他拿点了。那我就想想办法。哎呦，燕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些人他有钱吧，他喜欢装没钱，刚出社会别让人骗了啊！林峰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一学生哪来的钱啊？不是。哎，嫂子。你一天没完没了，赶紧给人道个歉去！哎，你别管了，道个歉吧。我没骗你，我俩不处对象了，骗你干啥呀？我和林峰真要结婚了，啊！赶紧把嫁妆给我打过来啊！我俩要买东西用，然后快点啊！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好。